我知只走头家读书，老头家吼，拢叫我请停红停红停红，你知道？我就叫我出爸，我想要停红，爸爸无手无头，想要停红。我就讲我停在门口对啊，还叫我停在红一撮红一只红，你知道？一百公尺安尼啊，我头家就讲，我通常说你是流氓啦，安尼啊喂，讲你被看下想到无？我老头家，你爸爸是不是流氓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跟你同学讲，我爸爸不是流氓，我爸是董事长，做人要低调，做事要高调，我做人就做高调的。什么是高调？我才怕打过后算高调的。大家下嘛足侪人，就我一个啊。我了，大家跳出来，我就属于都很高调。我的想法是越高调越好啦。想我是高调，才有人帮我拍我上欢喜。恰伊嘛，无代表就是落话啦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我可是你现有恰伊，只有恰伊无代表落话。我感觉吼，你害人会惊，你也是人行讨厌你，是你家己，你显现出来那个态度跟样式跟瑕疵，人家你对你无爽快，你知道无？所以我也建议讲吼，跟生人出来吼。你要变成一个正常人的样子，你卖去管理不恰我这一包金你恰伊人就多，不是一个人啊，就这样恰伊啊。其实我查某囝同学，就领导啦，领导吼，我真正当真出名。我叫领导过来，我一定要参加走头家读书。我头家吼，拢叫我车停红停红停红，你知道？我就叫我出爸，我喜欢停红，爸爸无手无头喜欢停红。我就讲我停在门口对吧？啊，你叫我停红有两个原因啦，一个讲是我塞好车啦。我塞上好的车，我讲爸爸塞车，爸爸塞好车嘛是我辛苦赚的呀。我讲我有见识，我喜欢叫人看，安尼。哎，叫我停个红一撮红一只红，你知道一百公尺安尼啊？第一种条件就讲啊，啊你人看起来像流氓啦，安尼啊喂，讲你别看起来像流氓。我条件就讲，我同学说你是流氓啦。我条件，你爸爸是不是流氓？你不知道吗？你跟你同学讲，我爸爸不是流氓，我爸爸是董事长。各位啊，你马上看我搞像流氓。其实老实讲，我无笑，真正足像老外。你看我本人吼，你也看我咧状态，所以我无咧笑。我确实足像老外。到你看我只可爱着，我哪有像老外？你是讲真个啦，我这人无笑，面真歹，我知影啦。就真正路边鬼鬼，我拢知影。我敢有人好啦？我袂讲一个，我袂讲我一个我做亏的，从我边要娶人啦，是讲我做钱，我袂，我这人袂安尼啦。做人要低调，做事要高调。我做人就足高调的，什么是高调？我才怕打过后算高调的。大家下嘛足侪人，就我一个。我了，大家跳出来，我就是种高调。啊，为啥我敢跳出来？真简单，因为我认为这件代志对我个企业冇加分。足侪人来我公司都知影，我跑车足侪人，我跑车有够侪。但是看过我驶跑车无几届，我了搭足少驶遐个车，车拢是单单个车库。我伫做产品，我伫做公司，我的想法是越高调越好啦。想我是高调，才有人帮我拍我上而已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及时新闻不漏接。